our tanks, our gas tanks here at the Shell gas station went into the ground deeper, and it shook up a lot of our ground. There's cracks everywhere. You have a lot of remarks coming towards you, and it's like, where do I go? Who do I talk to? What do I do? But I'm thankful for you guys. Por la renta ahorita todavía no tenemos para la renta todavía. Pero lo que nos diera pues nos va a ayudar bastante, ya sea para comprar algo, para ya sea comida, lo que sea, podamos. Shishi, they helped us out with $600 to help us rebuild our home. God bless these people for helping us. If not, we would have a place to live. 拥抱苍生，没有错。人世间呢，大多数都是在苦难中。假如人人啊利益人间，这我们的心啊打开了啦，能把人间呢。我们的心打开，包容啊，把人与人之间都共同呢，拥抱入我们的心灵来。世间不管是偌阔偌大啦，总是呢，我们的心一打开就。拥抱苍生，在人的脑细胞的区域里有一块呢，叫做慈悲利他，利他慈悲区域，就是咱人与生俱来啦。所以佛陀都跟咱讲吼，人人本具有佛性，这都是佛性。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，我们若没用，没有启动它，它就会被掩盖掉，所以变成了我们众生的习性。众生的习性就是凡夫心，都是只要利益自己。世间啊，一世人呢，安尼庸庸碌碌啦，都是呢为着利益家己，无法度去体会着人间无常。伫这个世间，世就是时间呐，间就是空间呐，人甲人的中间，看我们。大家慈济人呐、分秒不空过，步步踏实做。我们总是能把握分秒，落实人间，这就是表示我们生命的价值啊。你走入了慈济啊，这样的价值感，想一想，多么扎实，就是了。其实呢，佛陀来人间呐，为着一代事来，这一代事呢，就是为着要教育。教育人人行菩萨道，啊，菩萨道要安怎行？是六道万行，布施为第一，布施就是付出啦。咱的爱心呢，那无愿意付出啦，那就是无法度当菩萨。菩萨能舍。施舍，有钱的人，他付出，
岂在社会啦，永在人间。点点滴滴，一滴入大海，咱会当救度天下众生。不管你力量偌大，大力量呢是正大福田，小力量呢融入啦，点滴融入，会当救济天下众生。同款的道理，只要尽一念心，那舍得，能舍就有得啦。所以这就是慈济世界啦，美啊，美在人人的有一念清净无私的大爱。这一念大爱心就是包容全世界。所以师父爱感恩您啦，我逐天分秒呢，甲大家讲感恩吼，都来不及，意义啦。何况吼，时间咧过紧啊，老啊，体弱啊，到底呢，那无把握分秒啦，可能说话时间到底还能说多少呢？所以我们人人把握时间，人生是无常，也不知道几岁到几岁，可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自我开阔，我们有多少力量就去做多少事，不管是财师、力师，身体的力量去布施，或者是智慧的去带动，这都是啊，佛陀用六种的方法，让咱开这条道，希望咱人人铺好这条路。所以呢，路爱铺才会平啦，道爱开才会宽啦，这是。经家多呀，多家罗呀，经呢涵盖了宇宙间的一切道理，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、人间，去身体力行，叫做菩萨道，开道啦，而且开大道。引导人人呢不断接引人人呢来铺平人间路，继续以未来，延续以未来，叫做法脉宗门。法脉就是精神的力量，宗门呢咱身体力行啦，门门多多啦，无不都是菩萨爱行的路。因为呢，天下众生可能是万万种，真多啦，安怎样去适应，如何去解决，都叫做彼地相温，慈悲智慧，慈悲智慧两行夹我来，叫做彼地相温，这就是共行六道。万行适应呢，众生所需求，这菩萨的六种的法，请大家人爱真用心，因为师父跟恁来讲话吼，嘛是讲自在人的话啦，自在人应该行的路啦，自在人呢爱共同呢爱。开的菩萨道啦，这是跟大家人安尼互相分享。看到人间菩萨这条自在路已成啦，八十田啦，八十田，
已经开了，种子也已经播了啦，一生无量，咱从安尼开始，唔通断，对的路，行都对啊啦，对的事做都对啦，所以呢，咱来时时共一个心啦，共一个方向，对的代志做都对啦，所以爱时时。多用心嘛、啊。